秦始皇梦想长生不老，却唔知道脚下嘅党参可以延年益寿。太子参系同皇室结缘嘅，形似格斗武器嘅巴戟，壮阳药力，亦如其名。港人识饮党参汤，党参粥亦补而不燥。今集嘅方祖寻缘，带你寻找夏天嘅养生秘笈。唔经唔觉啊，芳草寻源咧已经陪伴大家咧有一年几嘅时间咯噃。嗱，健康咧就第一，如果咧系冇身体健康，真系讲咩嘢都系假噶。咁所以啊，为大家介绍系有益同埋有用嘅中草药知识啦，帮大家咧系揾到一啲实用嘅养生之道咧，就系我哋节目嘅宗旨嚟噶。所以咧，全新一辑嘅芳草寻源咧，为大家继续提供一啲保健嘅小贴士。最近世界各地都有爆發 H1N1 甲型流感的個案，由於到現在為止未有一個有效的治療方案，所以人人都聞其色變。在《黃帝內經》裡面提到，正氣存內，邪不可干，意思就是說我們人體的正氣足夠，外邪就不會侵襲到我們人體了。所以無論面對任何的疾病，我們都要注重養生之道，從而可以達到強身健體、預防疾病的效果。由中医角度睇，甲型 H1N1 流感等同于中医嘅瘟病范畴，系湿热地区嘅易发疾病。瘟病系一种以发热为主要嘅临床表现嘅常见病，其中传染性强嘅系属于瘟疫病。甲型 H1N1 流感同早前流行嘅 SARS 都系疫症。喺春夏季节，广东地区嘅湿热环境好容易成为流感嘅高发季节，因为呢个时候。各种邪气很容易生长，当人体的抵抗力差的时候，就容易出现类似甲型 H1N1 咁嘅流行性感冒啦。因此，修好内功，提升自身抵抗力，为预防甲型 H1N1 呢一种嘅疾病做好坚实基础。一到夏天，大家就会想到好热，实际上咧亦系咁样。人体到了夏天的时候，代谢会逐渐增强。人的阳气会逐渐向外宣发，气血会充满体表，加上在夏天咧，阳光特别强，日照的时间亦特别长，咁咧暑湿会随之而嚟。咁人体咧，如果唔能够适应呢个变化咧，就好容易生病啦。所以夏天的养生保健非常之重要。众所周知，冬季要进补，好似人参。当归、熟地、大补气血嘅药材都不足为过，而响夏季补咧就要适时而变，养生方式亦都随之而变。对于养生，无论系《黄帝内经》嘅四季养生之道，定系追求长生不老嘅秦始皇，中国古人对养生同长寿有住不懈嘅追求。其中不乏一啲鲜为人知嘅故事。几千年前，秦始皇为咗寻找不死药，耗费毕生精力。佢听信方士徐福嘅谗言，声称东海有长生不死嘅仙丹，需要人间各式嘅珍品同三千童男童女祭祀。于是秦始皇下令徐福带住厚礼前往东海寻找，可惜徐福一去不复返。秦始皇直到死都见不到不死仙丹，而历史就同秦始皇开了个玩笑。他万万都没想到，就在他大一统的国土里面隐藏着很多妙药，虽然不能够长生不死，却可以延年益寿。秦始皇将中国划分为36个郡，而在山西这里就叫做上党郡。在上党郡这里有一种植物好像人参，所以当时的医师就将它命名为党参啦。党参嘅外形好似人参，连李时珍都难以分辨。直至到清代，先有医书将佢证明。事实上，由植物学嚟睇，党参同埋人参系完全唔同嘅两个科属。现今全国各地都有种植党参，山西长治地区嘅党参最为地道，药效自然较好。陈医师啊，呢棵咁似人参嘅党参咧，有咩功效啊？咁啊，党参嘅功效咧系补中益气、健脾益肺同埋生津养血嘅。咁佢通常呢啲咩病咁啊？佢主要咧系用于治疗呢个中气不足、肺脾气虚、饮血嘅呢个乏力啊、疲倦啊、
吸喘气短，同埋不适饮食啊、大便稀烂啊、狗食脱肛等等症状嘅。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党参可以减少胃酸分泌，有保护胃黏膜作用，亦都可以抗御胃溃疡。党参亦都有清除体内自由基嘅作用，对抗衰老有所帮助，同时亦都可以保护身体抵抗辐射。早在1995年，有临床实验用党参口服液治疗25名冠心病病人，证明经过4个星期嘅服药之后，病人的血小板凝聚力大大降低，对心脏病治疗有长足进步。这个和西医常用的阿斯匹林抗血小板凝聚，防止血栓形成的作用相似。刚才你就提到夏天就容易多发很多种的疾病，是不是吃党参就可以调节我们的身体，提高免疫力呢？是啊，这个夏天用党参应该比较恰当，因为党参就微温，性比较平和，不是像吉林参啊、高岭参啊这样偏软，它能够提高免疫力，尤其是对于一些气虚多汗容易疲劳的人，吃一些应该是有好处。中医就会用到好像党参这样的补药，不过很多人都觉得补药可能会比较麻烦，其实西医方面又怎样预防疾病的呢？西医认为夏季呢代谢增加，血液循环增加，皮肤的代谢增加，人的器官的负担加重，所以呢西医亦认为需要适当地补充啲氨基酸啊，包括啲钾啊，其他啲微量物质嚟进行保健，提高免疫力。党参平和的补气功效，即使对于大病初愈、虚不受补的病人都可以用，所以即使党参一直隐姓埋名，在古代医家记录之中，凡是用人参的药方都可以用党参替代，作为日常生活之中药膳同样不失为一个珍品。咁平时我哋煲汤嘅时咧，可以攞党参同埋淮参啊等啲药物咧，可以配埋一齐煲汤咧，可以起到呢个补气健脾啊、消除疲劳嘅作用嘅。秦始皇直到死都冇发现党参。其实中国历史上贪恋长生不老嘅帝王，又何止秦始皇一个呢？唐宪宗、明光宗等等好多皇帝都系服食所谓嘅仙丹而死。尽管有咁多惨痛的先例，昏庸的皇帝仲系对长生不死趋之若鹜，而嗰啲延年益寿嘅药材却总系擦肩而过，比如太子参就系啦。李时珍啊，为咗撰写《本草纲目》咧，就走遍呢个大江南北啦。咁传说有一日咧，佢赶赴南京嘅途中咧，突然间咧就听到一个女子嘅呻吟声。咁於是咧，佢就落去睇個究竟啦。咁啊，見到有一個女子咧，因為患病已久，而又冇錢醫治，就痛苦不堪啦。湊巧嘅係，李時珍喺佢嘅男子之中發現一種椰菜根，佢將佢煎成湯汁，為女子喝下之後，病情竟然有咗起色。李時珍詢問椰菜根嘅來歷，原來呢個女子喺朱元璋太子嘅墓地上邊刮嚟充飢嘅。李时珍立即前去采刮，因为生在朱元璋太子的墓地周围，李时珍就将它命名为太子参。不过后世明光宗、太昌等明代皇帝屡求长生不老仙丹的时候，却不曾知道太子参的存在。原来李时珍发现太子参之后，怕此药一经传出，百姓都会来到太子墓地刮药，触犯王法，于是就冇将太子参写进本草纲目，后世嘅皇帝、将相自然就唔知道太子参嘅存在啦。百姓同埋皇帝啊，都同佢擦身而过。咁究竟太子参啊有啲咩功效呢？太子参呢，属于中药中非常常用的一种补益的药物，它有补肺、益脾的作用。那么应用起来呢，长期的可以。达到一些增加免疫力啦、增强体质啦、辅助正气的这么一个作用。好似肿瘤咁样嘅疾病，单纯通过内服中药啊，呢个好难将个瘤体去消除。咁啊，现代医学呢有用化疗啊，去消除肿瘤啊，但系呢喺化疗嘅同时会产生好多毒副作用，
亦會減低人體嘅免疫力。所以呢個時候咧，中醫中藥，譬如講太子參咁樣嘅藥物咧，佢就可以起到減毒增效、增強人體免疫力、減輕副作用、促進康復目的啦。對照節氣表，香港嘅夏天一早響立夏之前就嚟到，持續時間比中國其他內陸地區仲要長。面對炎炎夏日，太子參係點樣幫助我哋抵抗疾病嘅侵擾呢？夏季陰消陽長，自古養生提倡春夏養陽，我哋點樣順時養生呢？又應該點樣抵禦甲型 H1N1 流感呢？下一節話俾你聽。前不能够被寻常百姓采刮的太子参，竟然成为了贵州农民的生计之一。太子参的种植也都颇具规模。这位药农就是贵州当地有名的太子参种植大户，对于太子参也都颇有一番见解。我们那等猪脚啊，等鸡肉啊，都做一点那头。要是经常吃呢，你那种肝么这些，它都要减少。但我知道咧，太子参咧又叫做童参喎。咁其實佢係咪可以醫治一啲兒童嘅疾病咧？啱啦，太子参咧藥性平和，功能有益氣養陰生津，所以細蚊仔咧遇到一啲出汗多啦、體弱啦、胃口唔好啦、口乾鼻燥啦、乾咳呢啲咁嘅情況底下咧，太子参就有比較好功效。太子参含有亞油酸、氨基酸同微量元素。锰、铁、铜、砷等，现代药理研究有抗疲劳，并有促进免疫作用同延长寿命嘅作用。其中太子参皂代 A 就有抗病毒作用。太子参入心、脾、肺三经，可以补肺、健脾胃。因为佢药性平和、阴阳兼顾，即使冇病嘅人少量服用都适宜。体弱嘅人服用。更加有驱病养身、延年益寿的作用，可以煲瘦肉，太子参、北芪，煲瘦肉来达到一个，补益肺脾、增强体质的这么一个作用。太子参一般它补益的作用呢，不像人参那样大辛大热的大补元气的作用，所以很多人吃人参它会有热气上火，那么服用太子参呢，它就比较平和一些。无论服用咩补药，顺时养生先至系关键。夏季阴消阳长系一年之中阳气最旺、阴气最弱嘅时期。中医养生学家就提出春夏养阳嘅观点。陈院啊，嗱养阳咧，其实系咪真系要补心呢？咁就唔一定啦，特别喺夏天，中医认为喺夏天应该以通为补，疏通六腑，通畅气机。咁樣喺夏至到入秋呢段時間咧，唔好過於補。咁其實啊，點樣先可以養陽呢？嗱，喺中醫嘅古典醫籍《內經》裏邊，好早就提出呢個夏天應該晚睡、早起、中午休息。喺飲食方面咧，就要清淡、新鮮、容易消化。咁同時咧，要保持心情嘅舒暢。咁樣嘅話，就能夠起到夏天養生保健嘅作用啦。除了物理性的养生手段，一些助阳的药材也可以起到辅助作用。十大广药之一的巴戟就是养精助阳的精品。巴戟又叫巴戟天，众所周知，戟是中国古代兵器，杂戈和矛优势在一起，具有勾啄、刺激双重功能的格斗兵器，杀伤力比戈和矛都要强。以戟来到命名的一味药材，可见巴戟呢味药的功力。即系边个叫巴戟啊？系嗰啲嗰只巴戟，即系生喺啲植物下边嘅。佢系就系呢个植物嘅根嚟嘅。哦，系啊，咁样样嘅。咁点解形状系咁嘅咧？佢呢个咧就系好似生嘅嗰个鸡肠，鸡嘅嗰啲肠差唔多，所以咧要嗌佢系鸡肠风。巴戟系广东德庆嘅地道药材。巴戟起水又怕水，见天不见日。生长三至五年的巴戟方可以入药。
根须越多，根部越粗壮，自然药效就越好。年代久的巴戟，根部可以有十几条须根，长达一米多。哇，陈医师啊，你睇下啲巴戟啊，几肥几肥壮几粗啊！你睇呢个系咯，粗过头先嗰啲好多喎。系系系，冇错。你估计咧，下一个年份系几耐到咧？呢啲咧应该系差唔多七八年咁长时间噶啦。哦，系啊，唔怪之啦，哇，真系好大抽啊！系啊系啊，系咯。其实咧，我哋香港人对巴戟咧都好熟悉嘅，即系知道佢系好有益噶啦，好益处。咁其实佢嘅药用价值系喺边度嘅咧？佢主要系咁嘅，一个系补肾助阳啊，仲有一个系就系长筋壮骨，仲有一个就仲可以咩咧？就系治疗嗰啲风湿病嘅，啊驱风除湿。唔似党参、太子参咁样，被一个个渴望长生不死嘅皇帝错过。庆幸嘅系巴戟。被乾隆皇帝受用终身，历代皇帝的寿命都比当时的人均寿命要短，这些都因为他们政务繁忙，加之过度的性生活所致。唯独乾隆皇活到89岁高龄，在他延年益寿药方之中，巴戟就是最常用的补肾壮阳药。呢個巴戟咧最好嘅，佢就係治療嗰啲男同志嗰啲陽痿啊，而胃經啊，或者係女同志嗰啲宮寒啊、不孕啊嗰啲。哦。啊，主要係咩咧？佢補腎嘅，通過補腎嘅作用嘅。巴戟啊，可以點樣食咧？咁夏天食又會唔會係熱氣嘅咧？巴戟咧，佢性偏温，所以夏天嘅時候咧少用一啲，但係唔係唔可以食。佢使用嘅時候咧，就可以雞胗、雞肉啊、豬肉啊、鴨肉去一齊煲湯。然後咧飲湯食肉去渣，咁啊當然啦，如果你係熱底嘅人咧，咁你就少食一啲，或者加啲蘿蔔啦、馬蹄一齊煲湯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制約佢嘅温性啦。現代研究表明，巴戟之中含有十一種遊離氨基酸、十七種水解氨基酸，其中七種係人體必需嘅氨基酸。巴戟嘅皮質肉亦都含有還原糖類、黃酮。有机酸以及多种的微量元素，近水楼台先得月。德庆人除了将巴戟作药材用之外，也都经常拿来浸酒或者直接食用，居然仲有啲趣事嘅。董叔啊，好浓味，呢度应该咧家家户户都系会饮呢啲酒噶。系系。咁佢哋嘅身體會唔會好健康啊？好大隻咯，好似我家五十幾歲都係咁身體咯。你身體即係我喺我哋中巴戟，我遠房有個阿父啊，七十幾歲仲生個細路仔啊。七十幾歲仲生咋？啊，呢個係在我哋中醫飲啲巴戟酒啦，補腎啊。係。中醫用藥材增強人體正氣，抵禦疾病侵襲；西醫咧就用注射疫苗，亦都係我哋所講嘅預防針，例如流感疫苗。月肝疫苗等等，为了对抗夏季的多发疾病，增强人体免疫功能，无论采取何种方式，两者皆有异曲同工之妙。陈院长之前咧就讲到党参啦，党参我哋好熟悉啦，咁除咗可以煲汤之外咧，仲可以攞嚟咧点样食咧？哦，我哋仲可以用党参嚟煲粥。是啊，煲粥都得啊。是啊。咦，而家呢度就有党参粥喺度咯喎，系嘛？咁其实系点样煲法嘅咧？嗱，先用啲党参用温水嚟浸两个钟，然后加入米，再加水煮成粥就得噶啦。咁记得喺煮好呢啲粥以后咧，加啲红糖，早晚食一碗，具有益气健脾、补而不燥嘅作用，几好。嗱，陳醫生啊，除咗我哋之前提到嘅藥膳之外啦，咁其實咧，仲有啲咩方法可以預防甲型 H1N1 流感嘅咧？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咧係良好嘅心態啦，因為太過精神緊張咧，使得免疫功能下降，容易得病添。第二咧，注意選擇啲蛋白質高噶、維生素豐富嘅食品，少食啲辛辣噶、生冷嘅食物，多食啲生果啊咁樣啦嚇。最重要一點咧，就係要個人衞生。室內咧要注意通風透氣，個人咧就要注意洗手噶啦。咁啊，仲有咧少去啲人多嘅地方啦嚇，咁啊對自己咧就會係保護得好啲噶啦。夏季係嶺南地區感冒嘅多發季節，加之最近肆虐嘅甲型 H1N1 流感疫情，愈醫愈食，
从而强身健体就变得重要了。陈院长啊，嗱咁你提到啦，春夏咧就可以养阳噶，咁其实咧仲有啲咩嘅食品咧就可以养阳嘅咧？有人讲冬食萝卜，夏食姜，唔使医生开药方，所以咧如果夏天食啲姜都几好嘅。系咪夏天咧都系好适合食姜咁样嘅咧？佢有醒脾、健胃、兴奋、排汗等等作用，所以咧食啲姜咧佢几有好处。嗱，姜咧就我哋家家户户咧都会攞姜咧系嚟到配料啦吓。咁其实我哋应该点样或者系正确嘅食法咧？咁咧就唔好将姜取皮，因为啲姜咧同皮系有作用嘅。第二个咧就唔好食啲辣嘅生姜。烂的姜它会有一种毒素进入到肝细胞分解以后会导致人去中毒甚至刺激发生一些肝细胞变性导致肝癌等的发生就不太好了。鲜花千娇百媚女人风情万种鲜花入药与女性尤其有益杜鹃花竟然可以祛斑美白你信不信玫瑰花香又怎样用才能够护肤排毒呢淡淡薰衣草茶味可以令女性调节夏日的情绪中暑要会喝才健康下一集花玉为你开启花般娇媚的夏日